挑战当着姐姐面关心她闺蜜。给你雪糕去。好戏开场了。你就买一个人啊？啥呀？哎，拉我干嘛呀？都哥们儿，有什么话不能在这说呀？西西，我不想吃，给你吧。呀，你吃你的，人西西今天不能吃凉的，是吧？啥意思啊，张哥？啊，他昨天跟我说他生病了，生病了。来，姐多吃点青菜啊。呀，我弟弟怎么学乖了呢？来，西西，多吃点肉啊，看你下巴瘦的。妈，你啥意思啊，张文龙？来，西西，多吃点。写上你。哎，你瞅瞅你给西西嘴弄的，来，西西，我给你擦擦。嗯、行了。咱俩是不是玩过了呀？我去买单吧。哦、去吧，快去吧。别装了，姐，他买单了。他真买了？真买了。吃饱没，姐？吃饱了，你呢？我也吃饱了，走吧。姐，如何在外面让姐姐买单？不买，赶紧走啊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都咬一口了，姐。那你付钱吗？我没钱。啊，你出门不带钱呢？我忘带了。多少钱？我姐。我没钱啊。啊，你干啥呀？我想吃。这服了你。你老板多少钱？姐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哎，换东组。姐。哎，老板，这多少钱？老板。那姐。好吃吗，姐？当我怂恿脱狗姐姐穿黑丝。姐，等会儿出门你穿黑丝。我不穿。哎，可惜喽。为啥？你看，这你男神点赞呢。他喜欢这样的呀？对呀，你这么好的身材，你穿黑丝肯定比他好看。真的假的？帮我拿走。我穿的是黑。放好了，姐。你别拍了，不好看。别磨叽，你出来让我帮你看看，快点。黑丝呢，姐？哪有你这么穿呢？人家都是黑丝配的，你快去换一下。快去快去！哇，兄弟，我姐这是可穿黑丝了。爷爷玩啊？那我今天有事不来了啊。哦，我穿黑丝都没人带我玩。你穿不穿也没带你，你太菜了。我就不信没人带我玩了。有人在吗？哎，我今天吃了，刚才吃架。